Pues ya ven.要机器归零了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自动，半自动就行了，不加载，啊，然后这个机就修改。 这样子，就直接移过去就行了。啊，按什么键移过去？就左右键呢？哦，前后左右键移过去是吧？OK。然后能看到榜为止是吧？嗯，哦，看到榜了，对对对。就这一排，这排。 啊，随便你来一个阵列的或者什么，先仔细讲解第一个点怎么打。对，你看打这个 2.5 的。啊，对， 2.5 的，在这里选啊，有这里可以选，你看，而且我们选 2.5 的，宽度 2.5。然后你选个5，它上面就会变是吧？我记得。你看，这个可以移的，这个二级化可以移的，这个洞如果炸不到的话，我们就移这个，啊。 越大会怎么样？不是白跟黑越明显，就越清楚，知道吗？就这样子，越大，而且又白又黑，就黑的越黑，白的越白。嗯，比如说，然后我们直接添加就行了，等添加。啊，这个是零度的，我们选择匹配角度是零度，2.5的。 这是零度，它站位自己默认是一站。哦，它也可以改。对，会改，直接在这里改就行了。试一下。OK， 这个脚位就是适应了，元件名称，然后命令检测的默认了，是吧？哦。就是这坐标就出来了。然后你要想打哪个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要再打这个2.5的零度。 就零度是吧？然后就添加就行了。哦，你要比如说这个是5降，你就写5降，角度是0，啊，角位我们就不管了。角度是在哪调？角度啊，你这角度已经写了，匹配角度。那你写个30度我看一下。这板这个板是0度跟90度的，没有30度。啊，它那90度看一下。 哎，90度，你说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它就在已经在哦，它那个图像就已经在那个变化了，是吧？负25。OK， 正的。嗯。OK， 我看到。正25吧。OK。那个红色的，它是代表的是阳极还是阴极？就是红圈。一般是阳，也不是说阳，就是两个圈。就是代表两个阴角嘛的那个嘛。哦。 蓝色的一般是最左边嘛，一开始要点二指化，然后再点二指化确认。也不用点二极化，我们已经设好了机器。如果说突然说炸不到的话，你就点这个来看。OK。然后看一看一下是不是有光线啊，有什么时候都。就是反正就是调参啊，或者是调焦这些东西。对。然后比如说你看现在是0度，然后我要移过来，移过来，比如说我写。 负90度，然后打下去，然后你就添加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负90。OK。 那个校正是什么？校正就是说，你看，点这个，校正，自动校正不一样，校正是单个。比如刚才我搞这个了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我移动去刚才这个校正，嗯。
啥意思？干了些啥？是啊，比如说我这个这样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偏了我校正它，你看它自己找回来。哦，那你能打一个歪的孔，你再校正看给我看一下可以吗？比如说你打歪了，比如说第四个点嘛，打歪了，故意打歪了。第四个点呢？啊，对啊，它不是已经有三个序号了吗？嗯，你再添加一个四个点嘛。我大概都会了啊，我试一下。你校正不了，你现在上面没有坐标，你要先添加一下。我知道，先有一个坐标嘛，对，就是添加一下嘛。嗯，添加完之后，哎，它自动校正的嘛。对啊，它已经校正了，你添加的自动校正了。如果说你平时打了，比如说你现在这样子，比如说我把这个点，比如说我移过来它不是正了，它是移过来它是这样子的哈，不正。我就说我刚才点了这个，它移到这样子不正，对，不正的话我就把它校正一下，这样子校正一下。哦，添加是自动校正的是吧？对，添加是自动校正。你看我现在，比如说我做好四个了，我就把它点回来，点了第一个，然后我自动校正，你看，就是全部校正。对，全部校正。我现在做了四个。哦。然后再做个正90度的，比如说我移到这边来。移到边上这个了，他那个不是有就是矩阵吗？就是比如说我先搞一排，然后后面的全部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把它阵列过去。对，是啊。那个怎么弄？那个很简单的，比如说你现在我就做一个90度，90度是吧？90度，你看这个添加，添加，比如说添加，我是这个是5.0的。对，我添加就行了，看到这个是，我看到了，就是第五个点嘛。对，第五个点，然后第六个点，我们这里，直接添加就行了，同样了，看到没，你添加就行了。然后你比如说我做完这个程序了，每个方向都有了，现在是不是0度、负90度都有了？对，我就自动校正。比如说这一块板我做了几个程序做好了啊，这些有你想打什么站位，打比如说这一步我要打是什么料，比如我放到第二站啊，这个就放在第八站都可以，是吧？你想放什么站就放什么站。然后这个比如说我要移动回来，移动回第一个点，然后做完这个程序了，我们保存数据，保存插件数据啊，它后面会多出一个停止的，这个功能还停止的一个点，对，一个点，然后保存，就第七个点我看到了，B 要保存，你看，那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点我们是设计好了，之前已经设计好了，就在这里，啊，机器的参数，等一下我再告诉你的机器参数。这个程序已经做好了。哦，那阵列怎么做啊？我问你。阵列啊。阵列的话，比如说，这个我要复制，这个我就不要了啊，这个就删除了，刚才就是，那就重新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添加第一个阵列，是不是？你就选择它。哦，选择第一个点。对，选择第一个点，然后点阵列，然后第一个模块的第一个位置，点它。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坐标，你看第一个模块的第一个位置，我只做了一个点，比如说我做三个的话，比如我做三个的话也是选第一个点，那我做两个吧，做一个先。你像这个1、2、3、4。对，有四个。Y轴方向有四个。X 方向一个。对。然后你就移到最后一个点。不止，总共有五个。跟这个的话，总共有。对，一共加起来五个。对，你选五个的话，你就这样移过来，在这里选了最后一个模块的这个点，然后确定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再点自动校正就是五个点。对，你看你自动校正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二三。
三四五，就出来了。哦，对。还有什么 mark 是什么意思 ？mark 点一般都不用。mark 点的话，比如说你这样子，我选择，比如说我要移回第一个点 mark 点啊，我点 mark 点啊，它就会进去的时候，它先打的时候就先照这个。你看，它现在多了一个，它自己会跑到第一步了。那这个 mark 点有什么用呢？就是把标记住嘛。那你这个板，它歪的，它进去它识别不到，它就不会打。是啊。是不是？你如果识别，或者说识别了，它自动修正那个坐标，比如说你要板有变形啊什么之类的，它自动整理给你修正那个坐标。但是我们一般都不用这个东西。我也觉得是，你变，这板都变形了，还打什么呢？变形，它这个有一个这个，比如说你现在不错啊，它打第一个打得进去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识别了，它打，它尖角只是靠有点丑力嘛，相当于，它又跑回去了，所有的坐标都变了，还有这个不好的就是这样子，就是相当于定了一个原点在里面嘛，定了一个标准是吧？嗯，那还有什么吗？这里都没什么东西了。匹配区域是什么意思？匹配区域就是相当于这个东西的区域，一般的话就选择25就行，25。它匹配不到，跟那个二极化也有很大关系的，知道吧？那后面那两项呢？就是相机参数设置跟这个呢？这个是标定的，就是说这个位置。这个的话一般这个数据的话，这个是大补偿，这个是小补偿啊，这个相当于是大补偿。这个位置是你们出厂之前应该调好了，对，调好了，到时候你叫他拍这个数据出来。行行行，一般都不用动它了，不用定。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，这个已经调厂了，又出。OK。那我来试一下，我感觉我自己应该会了。啊，我感觉我已经会了。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你，我感觉我变成已经会了。对啊。比如说你现在要调五的，比如说你现在是五的引脚，然后你在这儿点一个插入。插入是。你再啊，添加插入，应该是添加是吧？对，添加之后，然后第一个点就出来了。第一个点出来之后，然后你点阵列。然后第一个点选择第一个点，然后添加 mark 一下，然后它就出来第一个点，然后你再数一下一二三四五个 y 五个 x 一个就是五。你可以那边有多少个你可以数？哦，没有，我先弄个简单的嘛，啊、然后最后移动是吧？对啊，移动到。拿这个比较，然后再 mark 一下是吧？对。OK， 然后就确定了。对。就五个点，然后再接着自动校正，它就会自动校正五个点。然后如果你不想校正，就可以一个点一个点点嘛，一个点一个点添进去嘛，就这样的嘛。你有一个点一个点上添嘛？行。